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跑动传球的练习。您将需要两名同伴一起练习。这个练习分为两个步骤：移动跑位、转向传球。第一，移动跑位。首先，您站在底线和三米进攻线之间的位置，和您的第一名同伴相距两米。第二名同伴站在球网的另一边，做发球手。根据球飞行的方向，您和您的同伴要跑位，调整各自的角色。如果球飞向您的同伴，他就是接球手，而您是二传手。您的第一名同伴接到球以后，往您的方向传球，然后也快速跑到网前，准备扣球。第二，转向传球。在传球之前，要摆好正确的姿势，靠近球网的一只脚向前迈一小步，身体转向进攻球员的方向，再往前向您的第一名同伴传球。您的同伴应该跳起来就能直接扣球，请轮流交换位置，重复多次练习。现在您就学会这个练习了。